看到一个小姐姐摔倒了，过去帮她，没想到是两年没见的前女友。张盼，好久不见啊。啊，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那个起来吧。哎，不行，起不来。咋整的呀？这是啊，咱摔这儿了。刚才看手机，不小心摔倒了。那也不能老坐地上啊，起来吧，试试看能不能起来。哎，真不行，腿麻。那来吧，我帮你一把。哎，这老坐地上多凉啊。哎，你是啥时候回来的？我上个月。这一晃两年多过去了，在里面。哎，但是你还是跟之前一样漂亮，哼，身材还是很那么好。我知道张盼，其实我这个脸皮挺湿的，要不然你先走吧。行，哎，你咋来的呀？行，那你去呗。那就拜拜。拜拜。偷偷跟上去，制造一个偶遇。哎，这么巧，真巧啊！哎，你家不是往那边走吗？啊，是啊，那是我。啊，我再听一遍。喂，刚才摔了一跤，马上就到了。嗯，行，马上到了，挂了吧。